来，在今天这个充满纪念性的一刻，先一起合影。好，我们先从最左边开始看起好了。二位，我们先从左边开始，我们来多绕他个两三圈哈。来，我们稍微的靠近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我们慢慢的往左前方，正在挥手的这边这一支，对，这一支这个相机。好，格子衬衫这边麻烦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有两三排哈，所以不要忘了看中、看前面，还要看后排哦。好，我们看看正前方黑色衬衫这边。好，这边我们多摆两个时间哈，多摆个十秒钟好了哈。OK， 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得到我们二位手上所佩戴的。OK， 在右前方，右前方这边同样的都是来自于 RADAR 瑞士雷达表测，在这边是一个月的时间抢先全球所正式的推出的，就是我们 Captain Kirk 防水300米的系列。OK 吗？右前方这边要补一下画面吗？再一个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正前方。我先麻烦左边一小步。好 ，OK， 来看看我们的正前方。那当然，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副总经理 Charles 手上所佩戴的是蓝色的。现在有一前一后。啊，一前一后的。不要一前一后。不要一前一后，要站在一起。不要在同一保持在同一阵线。OK， 稍微转一点点。OK， 侧身一些些。好。待会我们也会麻烦让我们今天来到现场，我们的这个活动大使会让。展现一下佩戴着这个我们的 Captain Kirk 防水300米更加进化的防水的性能，象征着应该就是可以上山下海毫无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，能够佩戴着它带着你，不管是在正式的场合、休闲的场合、运动的场合，同样都可以完胜所有的这个造型的穿搭。来，我们再看看本光，麻烦这个伯杰帮我们来照顾一下不同的相机的镜头哈。好，我在这边也要特别强调一下，据说这一次有准备了10种不一样的表带，好像从这个板带的、面带的部分哈，然后包括的珠链带，甚至于是不织布的这个 NATO 的链带，另外呢还包括了皮带，也同样的都可以来选择。待会要问问看，伯杰自己本身有没有哪一种佩戴的穿搭的方式是自己心头好。OK 的话，我们正式的时候，我们的活动嘉宾，而且就像刚刚 Charles 所提到，我副总经理所提到，我们可以说是抢先全场，成为是，我其实蛮荣幸的，对啊，第一，对啊，你也是，对，我也是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跟你抢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。今天可以成为了，可以真的可以说是抢先全球，佩戴着 Captain Kirk 防水300米的腕表，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感觉特别兴奋，然后又有一点紧张，你知道，就是我出道以来第一次参加手表的活动，啊，真的，所以我非常开心，雷达表给我这个第一次的机会，来到新元百一起上台那边，那非常荣幸。虽然如此，本身私底下的你对于钟表啊、腕表啊，你是爱好吗？有研究吗？我其实非常喜欢，但我研究的不够多，主要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表，所以我都是从他们那边学到很多关于表的资讯。对，平常有的时候看着他们佩戴不同的腕表，对，因为他们都会出去，大家都会聊嘛，然后所以就会在旁边听，然后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就学到很多。太棒！所以今天不只是开幕，同时也是第一次的这个钟表的活动，是未来一定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更多。希望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你对于 RADAR Rich Radar 表有研究吗？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？我觉得喜欢表的人，他们家的表这个品牌一定都不陌生。那对于 RADAR 他们家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它有点轻奢，但是又很实用，然后非常具有设计感。而且包括了，因为材质的部分是做的，刚刚也才包括了。你看这所谓的材质大师不是叫假的，就是对，真的就是大家一听到 RADAR 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它的陶瓷表圈，我觉得是非常厉害，就让你的表永远看起来像新的一样。对，这点我真的必须非常佩服 RADAR。可是新归新，这次的 Captain Kirk 它算是还是有一种所谓的复刻的元素在里面。是。你自己本身是爱新还是爱所谓的，对不对？有点复刻的，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复刻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表我也是都会先去看像这只表它的故事，然后我觉得因为表有故事性的话，你其实买起来那种感觉其实更好，就像这只表那个库克船长，我觉得它的冒险精神就非常的非常令人敬佩，好像拥有了一块历史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更何况人家可是48岁的老前辈，将近半世纪以前，是在1962年最早的问世，所以刚刚我们其实也在讲说，你之前还特别上网啊，也有留下一些不同的研究这样子。是，你对于它所带给你的这个第一印象，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？其实主要是我觉得它当然是很好看，因为它运动，加上它有点复古，加上它的性能真的很强。
它可以蓄能八十个小时，然后这次又升级成防水箱350，我觉得这就非常适合我本人，因为我平常休闲活动就冲浪大多数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带着它出发的一群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会是，当你真的是在这个大海上面开始往前滑的时候，它会是配在你手上的腕表这样。是的，然后另一方面，我觉得它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，就是它可以快拆换表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喜欢手表的人，常会就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不同场合或不同天气，你有时候像夏天，你不想要带皮表带，因为怕流汗，真的。那你想要练表带，但你有时候换表带在家你要工序又很麻烦。对。但是这次这库克成长系列，你用工具，用两只手，一夹秒钟一夹就掉了，马上就可以换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。那就直接来问你啊，十款不同的表带，你觉得你有办法精准的挑选出哪一款表带是你觉得最会是日常 go to 的那一款吗？就是所谓的这个百搭的这种。我觉得不一定，因为我觉得你要看你的工作，或是看你的场合，或像我刚刚说的天气，就是你可以随时你想换，因为这么方便，三秒就可以换了，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十款，你每天都可以换一款，所以你不一定要说你一定要哪一款是最实用，我觉得每一款都有它的用处。选择障碍来说也不用害怕，就直接给他十款不同，每天今天没有轮到，或者今天就轮到，对对对，这种感觉，不错。那我最后也要来问问看，是刚刚说到说，身边有朋友也是爱钟表的，你有想过说，如果可以把 Rado 的作品想要当成礼物送给朋友的话，有没有想要送什么样的？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先送给家人，因为毕竟我身边的人他们自己都买得起，就是他们自己去买就好。所以我的话，我还是说送我家人。还是会先从家人开始买。对。OK， 好。那最后我也要问问看你，平常的你，像现在你对于所谓的选表的搭配，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穿着，如果我们在街上碰到王国杰，那一位会是比较绅士的你，休闲的你，还是你会走所谓的比较街头运动风格？我觉得应该是街头运动风格。街头运动风格，那到时候可能佩戴起来的话，也许会是这种比较 NATO strap， 有点军用的风格的感觉，这样子呈现。是，所以我这次就选择戴绿色。对，绿色哦，原来绿色被你选走了。绿色被我选走了，原来如此。但黑色的跟蓝色的其实也是搭配着比较正装，或者是。是，而且我觉得你不同颜色其实很有意思，像不同颜色配不一样的表带，又是另外一种风格。所以我觉得这次他有出这三个颜色，我觉得这样的十款表带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。对，这一算起来就30种不同的搭配，对吧？好玩又好看，我觉得非常实用。最后我也要问你，好了，既然今天你连颜色都是你自己所挑选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稍微揣摩一下，稍微模拟一下？如果说用自拍的方式的，你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诠释我们手上的这一款 Captain Cook 防水三百？我们有吗？有，手机已经来了，是不是？来。我们要请自拍一下，是不是？麦要我帮你拿吗？还是我们麦也同样也可以入镜，是不是？麦一起入镜。哇，你看到我们今天来做活动，完全就是，麦不用入镜了，是不是？好像。这个其实不容易哦，要把它拍到。待会我们这张照片也可以来这个 share 一下。低一点，可以吗？再低一点。遮到脸了，那个手遮到表了。手机我们要稍微高一点，还低一点，这样 OK 吗？哦。我平常自己最爱的常不自拍，平常不自拍的。我那不会，我觉得感觉你刚刚上来完全非常顺手的感觉。没有，就对，刚刚有上网学一下，真的不自拍。对，你什么东西？他马上要这个研究一下，马上要研究一下，精神可嘉。那既然要研究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我们在店上，我们在品牌概念店当中，想要跟这个消费者朋友们能够有更多互动的机会啊，所以我们准备了3种不一样的款式，呈现出3种不同的穿搭。的这个镜面，你现在就直接来帮我们来体验一下，这个腕表的活动哈，完全就已经是学到了最棒的拍摄位置。好，我请字号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限量小礼。好 ，OK 的话，我们要来准备拍摄了。我在这边，想说人跑到哪里去，我帮你要挥一下，我就会要把这个呈现出来。哦，来。好，稍等哦。好，请问一下我们工作人员，我们是这样子挥动，它就会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要站在前方，要站到地毯区。好，有了，出现了。OK， 太棒了。
所以只要运用我们现在所看到，哦，绿色的现在是黑色的，哎，伯杰真的是选来选去就是要选绿耶，哎，真的，所以这边要有一点点这个休闲的雅痞的风格，很有个性的穿搭，这个会是伯杰自己所喜爱的。对，哎，但黑色蓝色我们也来几张啦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你的 IG 蓝色的也有蓝色不同的镜面，最后呢则会是我们的黑色绅士的正装的感觉。嗯，当中肯定会有不一样新的挑战，不管是角色上面也好啦，内容上面也好，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期待。不过同时呢，在那之前也要请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接下来哈，只要你看到这个伯杰每一次不同的穿搭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了好好想想，他说自己喜欢复刻的作品，是喜欢这个个性的穿搭，然后同时也要好好的在这个注意一下手腕上面，看看接下来这个伯杰也会变得更加的了解我们瑞士的雷达表。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要开始进行我们今天下午的电子媒体的联访时间，同时呢，待会文字的群访我们一样的会在我们的背板前方来进行，待会我们马上也会开放我们 Rodel 瑞士雷达表在原版信义 A13 的全新品牌概念店，也欢迎所有媒体朋友们能够尽情的在我们店内当中，从我们的用色到我们的陈列，甚至于在这一次所要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主题跟巧思，也请各位能够帮我们好好的尽情的拍摄，大力的分享，谢谢各位。我们看看正前方，如果差不多 OK 的话，我们就准备开始进行我们的媒体的联访。